作为2020厦门投洽会的重头戏，胡润百富专场系列活动9月9日下午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登场，迎来了一群会讲中文的外国友人，他们以自己的工作生活经历聊投资理财，话中国商机。当天胡润邀请法国独角兽企业代表、中欧商会副主席、苏富比拍卖行代表以及资深律师，从各自不同的领域视角畅谈中国的发展变化。来华20年的胡润于1999年创立胡润百富，并首创中国第一份财富排行榜百富榜，见证了中国民营企业由弱到强的发展。他提出疫情之后财富创造出现了新的趋势，值得研究。我们做过两个报告了，一个是疫情后两个月的财富创造变化报告，包括疫情后四个月的财富创造变化报告。然后第一个两个月就是全球的最成功的企业家，就是全球的 top 100为企业家他们的财富缩水了4万亿人民币的，就是超大的一个缩水的，全球的股市都下降了。那唯一一个就是没缩水太多，就是有9个人是财富有所增长，他们全是来自中国的。胡润表示，疫情后四个月全球排名前100位的企业家平均财富快速回升至疫情前的水平，而从今年6月份至今财富创造又出现了新的变化。从6月份开始到今天的，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趋势的，这个原来积累的比较好的企业突然快速增长了。所以亚马逊的那个 Jeff Bezos 他的财富一天涨了1000亿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数字。所以我觉得这是疫情后就让这些财富变化、财富创造的新游戏规则就出来了，了不得。据悉1993年从英国杜伦大学毕业后，胡润曾留学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汉语，留学日本学习日语，通晓德语、法语、卢森堡语和葡萄牙语等7种语言。他在中国工作生活20年中，不仅与国内知名企业家交好，身边还有一群在各国大使馆、外国商会、投资局和外资企业工作的国际友人。